对2008年，阿妈很久呢，得很侪票，我很侪人个支持。啊，想袂到哦，一七八当啦，回报和选民的吼是失望啦。所以我知道，尤其伫南部啊，常听到的，就是讲民进党吼爱好阿做啊，民进党吼，我即个人咧支持。民进党当然，你即即四当来吼啊，有真大诶即个努力，也毋过吼，即道选情的变化，最主要有一部分就是国民党做了太慢。啊，我感觉这是台湾民主政治吼一个进步。就是讲民主的价值做歹都要落来啊！以后民主党也做歹，选民嘛有可能离开你，佮何况啊，甲国民党过去啊，这种的关系是毋是造成伊今仔日啊，家己台湾乱来，还是讲伊后来事会当判无罪，这是毋是拢交交国民党关系？这选民吼，唔管是毋是事实啊，但选民已经认定啥物人爱负责啊，所以伊安尼看起来。我个人感觉吼，民进党即马爱想的，不但是总统动算以外，动算了要做啥，这样是应该爱准备啊。每年1月16日蔡英文的动算啊，伊是总统动算年，到5月20日政权轮替，民进党会当处理什么代志？政权轮替了后5月20日就职，到3个月后100日，到明年的年底这段时间要阁做啥？因为一般评估啦吼，今年的经济真歹。但明年有可能更加歹，那安尼，迄个时阵民进党要安怎来处理代志？我感觉这个想象啦。后来新的国会、新的立法院吼，1月16日算出来，2月7日就就职了。那么新的国会，你尽管高叫这段时间哦，咱个下当来做什么代志？啊，爱通过什么款的法案？新的会议都要让民众一个新的无同的感受。啊，所以民进党，你这是一个台湾唔捌发生过。啊，这人民哦，真期待这个改变。啊，不用试啊，你嘛要试看嘛。靠，迄个60几单哦，台湾咧，立法院拢国民党控制，这道哦一定要甲改变。啊，这嘛上好位的机会哦，这是真侪选民拄着我哦，拢安尼讲。哦，啊，这道哦，这立法院啊，一定要无同啊吼，这民进党一定要过半。也就是讲，60几人来，台湾的国会立法院拢共互国民党控制，控制了造成诶。在选民一般民调当中对政治人物印象上歹、上失望的，就是立法院票。所以应该改变的时间吼，你比如讲国民党的动产问题，你无落处理啊。马英九选党主席，讲要交出来无影；朱立伦讲动产主席要交动产也拢无影，已经交袂出来了。用几千亿吼，这啊、哦、这太引诱人了啦，这人性的问题啊，这因拢无法当。唯一啊，就是。伫立法院由国会通过政党法，啊，公平啦吼，无所谓政党拢公平，啊，别国民党甲东山赢，只有安尼才有可能。哦，所以讲过去国民党相关的法案无落通过，咱连明年拢有机会甲改变。哦，这是我感受着交选民的互动，大家听着吼，对阮上大的鼓励甲期待。哦，啊，这嘛是阮应该爱做的，这嘛是讲为虾米伫这段时间，伫选举的最后关键的时阵，哈，这。民进党若要过半，不但新席数要增加，另外重点当然是现有的这40席的所在，每一席拢要顾掉啊，一席都袂当拍架了。像台南5席拢毋是民进党，那这5席一定拢要确保啊，这是阮这5个候选人啊向选民的责任啊，嘛是为党啊受党提名啊，这是一个公营，更加是爱拍平目标。让动选立法委员。啊，伫咱东区、南区、安平区啊，代表台南这两个县，我感觉我会当做的，我是上届好中央的政策，甲地方市政的一个沟通的上好的桥梁。因为我过去捌担任过蔡英文的发言人，我是民进党啊中东部发言人，所以我真了解蔡英文的想法啊，中央未来对着国情的这个规划。我对了解蔡英文做代志，哦，这是伊对着啊所有伊逻辑想法，啊，我真清楚。另外呢，啊，对着地方，我过去嘛担任过赖清德竞选市长总干事，啊，所以伊的市政蓝图我嘛真了解。所以未来中央有甚么款的政策，中央的资源，以及咱地方有甚么款的需要，啊，咱市政要推动的，啊，我会当做上好。哦，一个桥梁。
也就是讲，我伫立法院，我要共同推动的，嘛是过去民进党的主张，就是咱爱拍破较早重北迁啦，国家的资源拢肯定在哪，国家的资源拢对南部啊，即个欠款，咱应该爱慢慢啦，吼，爱甲扭转倒转来。同时，伫出门的政见当中，啊，甲台南有关系，伊的几项重大产业啊，你像绿能产业，你像航空工业，啊，你像咧未来台南市政的需要。包括咱的小巨蛋啊、会展中心啊、啊国家图书馆啊、啊等等，这拢是做一个地方的国会议员，啊代表地方里面立法院国会议员，啊应该爱为地方人发声。那么，由于我甲罗市长吼互相的这个工作上过去长期的这个默契，啊我相信啦吼，罗市长若有啥物代志需要，伊有那袂客气啦吼，大概阮想会当来互相做沟通。另外呢，因为我过去也对过蔡英文啊，担任过蔡英文的这个发言人啊，我了解讲蔡英文主席啊吼，对南部的重视，我嘛了解讲蔡英文主席对着咧提升台湾的经济，尤其是几样重点产业，我伊真有期待，啊，这国家资源来投入来帮助，这里第一个当创造经济之道，为国家创造经济产值。对地方哦，嘛带来真多一个新的无同哦，有一个愿意跟人民沟通的政府，有一个愿意啦吼来重视南部建设的政府啊，这是我未来嘛，我来当民进党执政的时阵，伫党内我来当共同来发表。